马上咧就要颁发季军，咁我哋即刻请出颁奖嘉宾，2022香港小姐季军梁超仪。好紧张啊！而家我哋宣布2023香港小姐竞选决赛季军系 Miss Hong Kong Pageant 2023 ，the second runner-up is 系边个？几多号啊？几多号？四号？几多号？十五号？系十七号，黄敏慈。Number 17 Lavell。十七号黄敏慈 Lavell， 方龄21岁，系一名学生，佢希望成为一个可以带俾观众欢乐的全能艺人，一向多才多艺、亮丽动人的 Lavell 今晚表现相当抢镜，热爱古筝的他大胆用声线模仿古筝，如同琴音一样大杀四方，在论坛代表环节亦都尽显急才，为宠物权益发声，可以说是集美貌与智慧在一身，得奖是实至名归，恭喜你 Lavell， 恭喜晒，恭喜晒，恭喜晒！跟住轮到颁发亚军啦，我哋即刻请出颁奖嘉宾，2022香港小姐亚军许子萱。好啦，亚军嘅结果已经喺我手上啦，大家有冇咩心水啊？2023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决赛亚军 ，Miss Hong Kong Pageant 2023， the first runner up is 几多号啊？几多号啊？佢好似攞过噶啦喎，四号黄怡然 ，Number Four Lin， 四号黄怡然 Lin， 方龄21岁，系一名学生，佢希望喺26岁之前拥有自己嘅物业。今晚 Lin 仍然以甜美嘅笑容示人。有咁靚嘅笑容，佢竟然咧喺泳裝環節入邊咧咁謙虛，可能咧要謙虛先可以得成為富婆啦。去到1分鐘論壇嘅時候 ，Lin 就化身成為環保小先鋒，道出咗教育大眾嘅重要性。希望大家都記得佢嘅環保 tips 啦。恭喜曬！除咗最上鏡小姐之外 ，Lin 仲成為我哋2023香港小姐亞軍。睇嚟 Lin 嘅 show 錢都仲高過 Mo， 係指日可待噶啦！再一次恭喜黃怡然。恭喜曬！我哋再俾熱烈嘅掌聲佢。好緊張啊！好緊張啊！心不搭檔。到冠軍啦喎！冠軍已經喺我手上啦！大家有咩心水啊？有咩心水啊？會係邊個啊？仲有冇啊？嗌出嚟聽下。整翻三個俾你邊個？十號啊！真係十號。2023年香港小姐競選總決賽，我哋邀請咗我哋嘅頒獎嘉賓先。2022香港小姐冠軍。林毓慧同大家分享佢過往一年嘅感受。Thank you, Dennis。時光飛逝，轉眼間一年就過去啦，感覺好似尋日先至啱啱喺呢一個舞台上加冕。回望過去一年，參加過唔同嘅公益活動，令我增廣見聞，亦都接受過唔同嘅挑戰，令我更加堅強，更加相信自己。在这里我非常感恩过去一年认识到的每一位，令我感到人生充满着温暖。即使卸任之后，我都一定将人间给我的善良回馈社会，帮助更加多有需要的人。希望新一届香港小姐美丽地活出自己精彩人生，秉承香港小姐精神，带着一颗善良的心贡献社会。唔该晒。好啦，好緊張啊！究竟我哋今晚嘅冠軍係邊個呢？再嗌多次好唔好啊？我聽到十號好多喎。2023年度香港小姐競選決賛就係冠軍係。Miss Hong Kong Pageant 2023，the champion is 幾多啊？我宣布佢嘅十五號張子萱。沈浩庄子晴 Hillary， 方龄21岁，是一名学生，他希望成为一位带给大家正能量和欢乐的艺人。
在泳州问答环节，都忙不都不忘向非洲人宣扬香港小姐，更在一分钟论坛上面展示如何善用人工智能，又不失提醒人与人之间的关心。今晚打破四大后宫的宿命，成功打败大佬，成为香港小姐冠军，真是 good game！ 恭喜晒 Miss Hong Kong Champion， 恭喜 Harry， 恭喜晒！每個環節都表現得非常之好，同埋好淡定。係啊，佢答得好淡定。我以為佢就係 AI 嚟嘅。好啦，而家我哋新一屆嘅香港小姐，慢慢步向佢嘅好寶座。而家戴上嘅后冠系史无前例加入红宝石元素，加上全新设计，富贵感十足。冠亚贵军所戴嘅后冠总值300万。好，再一次恭喜15号 Hillary 成为冠军嘅，咁有请佢出嚟台前绕场一周，接受其他人对佢嘅祝贺。记住留意接住落嚟嘅 Welcome Miss Hong Kong， 一齐同佢得奖佳丽同埋屋企人开 party。 喺呢度咧，仲要多谢咁多位评判。